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件清朝的玉器，叫做白玉瑞寿尊。这块玉非常的好，您现在就可以看到它通体晶莹，有一种半透明的感觉，看起来很舒服。尊就是仿造铜器的一种酒器。那么您现在可以看到它边上刻的竖起来的叫做蕉叶纹，它有个特点，就是两边的耳子都是象耳，就是说都是象头做的耳子，可以看到象的牙齿、象的耳朵、象的鼻子圈过来，在中间就穿了一个环子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更可以看到这块玉的漂亮。所谓的瑞兽呢，就是一种像麒麟也像狮子的那么一种兽，它头上还有着一个独角。那么它的蹄子也很像狮子的蹄子，它的尾巴也像狮子的尾巴。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瑞兽的正面，那么它的鼻子和它的嘴、眼睛都很像一只狮子。实际上呢，它不是狮子，因为它头上有个角，就有一点像麒麟的样子。这个玉的质地非常的漂亮，看起来具有那种润的感觉。这是一件清朝仿照古铜器做的玉器。